想問翻阿姚翔，因為你自己都係被 JR 同埋都係有第二次宣誓啦，即係你點有冇即係評估過自己嗰個敗訴機會大唔大？哦，唔係其實係而家我諗嗰個 JR 係 lift 都未批出嘅，所以就暫時我諗唔討論話咩敗訴或者勝訴嘅問題先。咁我諗今日嗰個裁決咧，其實我哋都尊重法院嗰個判決啦。咁但係我仲未詳細睇嗰個判決嘅內容啊，咁可能就要較後時間先至能夠具體回應啦。咁啊初步而家我哋睇到咧就嗰個判詞裏邊咧。其實強調就係話拒絕或者忽略，同埋係嗰個行為同埋內容咧，宣誓嘅行為同內容咧，係咪已經構成咧係不遵守有關係一國嘅規定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將呢一個判詞嘅初步理解咧，係去審視翻我當日係宣誓嘅內容咧，係好明顯咧係。絕對冇任何拒絕啦，亦都更加談不上咧，我嘅行為同內容咧有半點係會牽涉到話違反一國嘅規定咯。所以我相信咧初步就咁睇判詞嘅內容咧，係應該係完全唔會觸及到有關喺我嗰個宣誓內容裏邊咧係會構成違反104條基本法或者香港嘅宣誓條例嘅。頭先就即係阿主席。見記者嘅時候就話覺得雖然今次係唔愉快嘅事件，但係佢覺得係好事咧，都冇話即係侵犯到立法會嘅權力咧。就你點樣睇今次嘅裁決係咪都損害咗三權分立？或者係啊，呢個法理邏輯可能啊，留俾阿 Dennis 講好啲啊。嗱，其實咧今次法院嘅判詞裏邊咧，好清楚講到就係基本法嘅呢個憲制框架底下咧，其實係好清楚嘅。咁當然佢亦都有講到就係之前譬如喺終審法院梁國雄一案裏面講到香港嗰個憲法嘅基礎啊，同埋三權分立等等咧嘅原則都係好清楚嘅。咁就住究竟法院喺呢一個不干預原則底下有啲咩情況係會介入去所謂嘅？一啲係立法會嘅內部事務啊，咩情況先唔係立法會嘅內部事務咧？嗱，記住就住一點咧，我認為今次個判決咧係可以寫得更加詳細嚇。咁我會期待就係如果有機會呢單案件去到上訴法院或者終審法院咧，係上訴庭或者終審法院係可以進一步釐清點為止不干預原則。呢、這個原則幾時適用，幾時唔適用呢，我覺得可以清楚講明白。頭先姚璇你講話，你覺得你嘅宣誓就未必會違反到一國嗰個嘅 principle 啦，但係你就做咗第二次宣誓噶嘛，咁呢一點你覺得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危機啊？你自己嗰間？如果你詳細睇翻咧，係有關嘅人大釋法，其實佢裏邊係冇講述到一次呢個字眼嘅。咁況且今次我初步留意到，其實。香港法庭的判決都話，其實不需要去引用有關人大釋法，都已經係會有相同的判決啦。咁所以我留意到咧，就係喺判詞裏邊應該係集中都係講緊嗰個拒絕與忽略，同埋有關係咪行為及內容已經構成咧係不遵守一國嘅規定。同埋就係、即係而家秘書處咧就出咗信話，要清靜三日之後，即係星期五啱啱之前就要搬走嘅，就係覺得呢一個決定係咪有啲太過 over？ 係啊，呢個或者即係其實我已經同主席咧表達咗，即係聽取咗民主派議員嘅意見之後咧，我就同主席表達咗，就係可唔可以係唔可以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就係、三日之內就要佢即刻馬上遷離。可唔可以參考翻以前嘅做法？譬如詹培忠事件嘅時候，究竟嗰個處理方法係點樣咧？係咪都係三日之內就一定要係佢遷走咧？咁依一個意見我係同主席反映咗。同埋係咪而家即係郵輪都未講話上唔上訴啦？應唔應該話假設佢上訴，但係而家又咁快搬趕佢走，其實冇問題咁去做？其實在這一方面咧，牽涉一個法律問題，就係究竟他哋會不會向法庭申請一個暫緩執行令？咁但係呢一個暫緩執行令，究竟法院會不會頒布呢，亦都是一個未知之數。咁當然我同意就係即係
呢一個立法會秘書處係有責任去執行而家法庭呢一個命令。咁但係我哋就係期望佢係會跟翻以前嗰個一貫嘅處理方法啦。嚇，咁呢一個意見我亦都同主席反映咗。一貫哦，唔好意思，嗰、那個一貫處理方法就係、是、好似詹培忠嗰時咁樣啦。以我理解應該唔係話三日之內就要佢即刻去遷走。咁當時嘅做法咧係應該係多啲時間，但實質上佢俾咗幾多時間咧，亦要翻查翻，因為都好多年前嘅事。咁、但係所以我哋即係希望立法會翻查記錄，睇翻以前嘅做法係點樣，跟翻嗰個做法。OK，OK，thank、okay, you。唔該曬。